一个，两个。嗯，运动军来了呀，他肯定要死了呀。这不第三个，我扔，哎，可以。嗯，那当然，多谢。去拿蓝。还好让我捡了那个药包啊，我捡了那个药包可以持续作战，我没那个药包我肯定什么都干不了了。河道之灵我不知道他们抢了没有，我们先刷我们的吧。这个辅助愿意跟着我，哇，那个兵不死就好了。哦，一个大招刷过去了，他带着进化，哥们直接走了。下路呀，请求集合啊，兄弟们，他们压线压这么深，这里云中军是不在啊？管他在不在，我们先接了再说。人直接帮我们打工，然后云中军在草里面呢。哎，他，这他啃到我了呀！哎，灵性啊，兄弟，我的老哥会玩。直接钻塔，还差一下，拍他漂亮，好像还行。这个盾山是肥，我勾到他的时候，他是马上直接二闪把我背到塔下去的呀。他如果反应慢一点的话，这个鲁班肯定被我摔出来了，好吧？下路开大过去杀他没有用啊，这不是送了吗？上天刚好，那等于说这个对面的这个法师完全炸穿了。然后我这里刚好我刷着刷着刷着我队友来了，然后我过去再去下路抓一波，你说是不是这个节奏非常好。哎，我这我没勾到，假的吧？这不被我风筝了吗？直接开大招没有意义的呀，这不送吗？还行，嗯，那这个下路被套路穿了呀。去拿蓝，哎，中路好像能勾啊，哇，嘿嘿，我的，有点不准，吃药拿蓝，嗯，嗯，买装备，嗯哼，去往下。继续买装备。把该刷的野怪一刷，去下路抓人，因为下路喜欢压线。这个人是真的啊，卡着我了呀，兄弟。我真的是我醉了，这个盾山是有点蛮难处理呀、啊、买暗影战斧上路可以，他还在推他就死了呀。你这一波的话直接勾吧，他不好躲的，这霸体太多了，留不住。去把线的给带了，然后线一带，这个蓝差不多好了，好吧？往这边拉，不急。补宗师，机子网啊，我没有看他操作呀，赶紧大过来。我觉得他们已经乱得不行了呀，控不到他，直接点塔就行了。这个云中军肯定在这个草里面，回头甩钩吧，就别追了。
这里杀他肯定杀不掉的，稍微磨一下血就行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没大的呀。刷兵。这边红 buff 应该是有的吧？没有啊，那我们去把上路给带掉。现在这个钩子是有 bug 吗？怎么感觉钩了后想秒接大招是接不动的呀？那边肯定都死光了。好强！好，这边有加速，拉到他大招 A， 好，都死了。这基本上他们就炸了呀。看这个塔能不能拿？哎，完了，他死了。红 buff 有的呀，马可自己拿吧，我先去把暴君给拿了。你去拿蓝，哎，这里有蓝，那这个云中君差不多要走了吧？这里他落单了，落单直接勾，没勾到 A 他，他一二一，小心吹，不着急，这边给了个大招，他差点被，差点把对秒了呀！哎，别，你要没了呀，兄弟！哎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正面不好打，稍微等一下，等等吧，等一个那个。等暴君吧，兄弟们。完了，他在浪，他下来肯定死了。哦，暴君还差这么久啊。下路有没有人刷？又打起来了，张飞可以吼大了，两个肉在前面扛着，这一波我们可以上。勾错人了，再过去勾，小鲁班一勾一摔一 A 一大 A 拉走位，他没吹到，勾一下，一个大，再拉再大，杀这个小乔，勾拉，他吹我再勾，大招。拉走位 AA 大再冲过去一手小勾 OK， 那现在的话带线刷他们家野就行了吧，下路这个兵线是有的，我刚才应该是推下路会比较好、啊、那我这个装备太好了呀，基本上该买的装备都可以买了，吸血刀打野刀搞波主宰，快刷快刷，这个主宰打得贼快，看到没？有个小鲁班 ，A 了一下，勾一下，直接摔回来 ，A 大招 ，A 拉反拉 ，A 大招，兄弟，直接再见了呀，拉这个鸟吧 ，A 几下大招过去，然后刷刷。再一拉，再一大，再过去，再 A 一下，拉一下，哎，这没拉到，无所谓 ，A 两下 A 死了。OK， 这边兄弟，快点给我人头。好 ，A 一下就行了，他就已经被减速，减速就直接 A 死了。打出其不意是吧？利用那个鸟到他旁边，他肯定没想到的。这一抓然后没勾到，他马上断气了呀，落地机了呀，直接 A 他这个落下来再死一次，一手惩戒，我直接 A 就 A 死了。
嗯，不管他吧，我们直接点塔。好，勾到他，别急，摔出来 A 大招 ，A 再拉再 A 再大，哥们死一下。辉月，哎，我这，哎，我下不来了。哎，我应该买复活甲的，忘了。可以。刚应该把鞋子一卖，复活甲名刀一做就好了。哦。carry you 15杠2，哎，今天还可以啊，昨天玩的时候真是被吊起来锤了。其实这把我们应该是不好打的，对面有个盾山挡好我的技能。来吧，鞋子一卖，复活甲名刀。那这里的话直接拿暴君吧，暴君先拿了，拿得很快的。他带下路，这个塔只差两下了呀，别这样强行让你点。哥们带的干扰，小心被二闪了。哎，别这样干扰上去没兵线了，哥哥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，他干嘛啊？这个盾山卡在那里，你是怎么让别人点的？真欠的。他应该大招蛮好吧，我感觉。好了，太远了，估计。嗯。这鲁班伤害也高啊，顶着他打有点打不动了。可以。现在那个这个廉颇帮他卡着我，真的是
我也不好操作呀。留把打野刀。优势不对塔，懵了吧？这肯定懵了呀。我们这是优势想推塔，这个张飞带着乱推。本来那一波感觉到结束了的，他非要带着我们越塔，越盾山的塔。真的是醉了。这咋搞呢？这么难打，拿了黑暗暴君打得这么吃力。这本来感觉还不到二十分钟的就应该结束的局，硬是拖到了现在。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呢？我真的是玩得恶心了。我但凡换个打野，我们这不就早都炸了呀。没二技能呀，啊，终于赢了呀，就剩个盾山了，我冲了，我冲了。他们可以投了呀，太难了吧。马可输出被盾山挡了，他可以直接要想办法赚大吧。如果马可碰到盾山的话，尽量还是带进化，带进化转到他身后，然后按进化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